嗨，各位，我是杰森鱼。普利克拉是一群神秘力量跟邪恶战斗的少女们，类似相似，但是又相反存在，就是用邪恶力量战斗的 Dark 普利克拉。在这支影片，就是来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，至今为止所出现的所有 Dark 普利克拉，有几位我会单独做人物台来详细介绍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们，请帮我按一下订阅钮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通知。那首先，先界定一下我对 Dark Polycar 的定义。首先，名字里面一定要是有 Polycar 或者叫做 QR 什么的，而且干部拟态不算的类，所以像是女装大佬 Phantom 就不算，黑化洗脑也不算，像是剧场版的 QR 坏斗、QR 天达以及最近的 Dark Sky 都不算。那最后一种像是 Creamy Radio 那种已经黑化成干部的，那已经不算在 Polycar 的范围内，所以就更不用说了。OK，那废话不多说。那我们开始吧。Dark Breaker 5登场于 Yes Breaker 5剧场版《金世国大冒险》，秀反派希勒普，可不敢胡说啊！秀反派夏豆用金世国水晶所复制出来的复制品，可以说是所有 Dark Breaker 始祖。一开始只有 Dark Dream 被创造出来，并且他一直在观察着诺佐米他们的战斗，途中趁机用镜子把 Breaker 样子和能力传给夏豆，就此 Dark Breaker 5诞生了。他们性格可都是原版的反面，跟积极乐观向上的 Nozomi 他们不同。他们的性格消极负面，认为自己优先才是最好的，保护是没有必要的，就力量才是一切。那看你这次评价大夸口味，接纳 Nozomi 自信的自己。最后，他们都有本尊击败变为水晶。除了 Dark Dream， 他们 Nozomi 教会了什么是行，并且在最后帮助 Nozomi 挡下了夏多的攻击。身体虽然变回水晶，但是灵魂却来到了斯麦鲁的世界，化为了一个名叫 Alkilia 卡的少女，这就成为了 QR Beauty。不要瞎掰好吗 ？Dark Blue QR 登场于 How to Catch Blue QR， 就用于博士 A.K.A. Sabaku Hakasen 用 QR Moonlight 的基因结合了金世大树的研究成果所创造出来的战斗兵器，也是首次在 TV 出现的 Dark Blue QR， 目的是为了打败 Moonlight， 就也可以发出冲击波。在故事开篇前，就跟沙巴克一起击败穆莱头，并杀死了穆莱头的大浪精灵科隆。在首次跟紫蒙咪和艾丽卡交手时，就用了双击波破了两人必杀技 Polar Flotissimo。不过因为当时感应到了穆莱头，也就是尤里，所以就暂时放过眼前那两位小朋友，实力极强，就算之后跟 Sunshine 三人合力，依然无法击败他。对沙巴克的命令言听计从，但同时又对于穆莱头有一种特殊情感。而这个情感应该就是嫉妒，认为就杀死穿了光的穆莱头，穿了影的自己才会变得完整。对尤里，再次变成穆莱头后，他穆莱头强大实力击败，并好奇被改造回归，被改成双眼都可以发出冲击波。不过在跟穆莱头的最终对决中，被穆莱头击败了。同时已经解除洗脑状态的月影博士也告诉尤里 ，Dark Polycar 其实是他的妹妹。在这一刻 ，Dark Polycar躺在了月影博士这个父亲的怀里，暗想死去了。在这一刻，那个少女获得了名为亲情的感情。宝藏 Endo Polycar 正常于 Smile Polycar 的最终战之前，借由 Joker 所复制出来的五位复制品，实力跟本尊基本上是不相上下，但性格却是截然不同。他们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之上，崇尚弱肉强食的法则，认为力量才是一切。不过基本上是整段剧情都在致敬Yes Five 剧场版，但是这是声优跟本尊是同一批啊。那他们最后也是被各自的本尊击败。Crash Bloom 登场于最新剧场版 Orosaz F， 是本作大反派，里面是一个近乎创世神的宇宙生物。因为跟 Polycar 们交手后，被他们力量深深吸引，发动能力创造新世界，并把自己模样变成人形，自称为 Crash Bloom， 还分离出一部分力量，创出大量精灵 Puka。不过不甘因为天性善良不想战斗，所以被抛弃了。能力上可是目前最强的反派，都已经超越宇宙级了，可以瞬间毁灭一个宇宙。就算是人形态，还是可以轻松掉到11位 Polycar。 最后他被全部 Polycar 加上精灵以及一些志愿角的力量和历史出了 Polycar 真正力量给击败了。在这洗白跟 Puka 踏上旅程，后面剧场版应该还会再回归啦。可怜的 Ayumi 啊，地位直接被抢走了。好的，以上
就是本期节目，如果有任何讲错遗漏的地方，还请各位在底下留言补充。我个人算蛮喜欢这种跟主角能力相似，这就站在对立面的类似宿敌的角色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么少。而且 QS Supreme 还是我自己自信加进去的。正常来说，大众定义的 Dark Prequel 应该是只有血战组而已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在离开之前，请先帮我按个赞，另外影片分享出去，也不用了，最终的粉专 HEGX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也真诚超级感谢，小额赞助我做更多影片。那我是杰森鱼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